对，超级的，真的，我们三个背贴背的，那皮超厚的。评价一下，好吃吗？都是油。你不喜欢吃这种酒？我不喜欢吃太油的。可恶，你好听的，哎，很正常，好吃吗？不差，普通。哇，好吃！变小老婆了。嗯，到底有多好吃？先说一下刚刚吃的烧鹅，我觉得没有想象中的惊艳。我觉得我们太期待了，对，我们太期待，因为大家都说很好吃，它的那个皮没有到想象中的脆。可能是每个时段来吃的都是不同的滋味，我觉得而且可能就是因为不够脆，就才特感觉特别油。这跟我去那个顺香园喝的那个香港奶茶很像，就是基本上很像。哎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吃一下干什么的，干鸡干排，干排，我们一定要吃干排，我们去比对一下，带来。吃多次，我操！不下来，吃多次，我操！等下卫生纸先给我。我的天，不能卷。我们的精华，好，可以啊，你挖。再放上去嘛，这样拍照比较好。哎，很专业的，你挖到下面。我没有，你反面的，它是反面的。没有，这个我已经翻面。不行，还吃这种东西。为什么要骂人家？你这个翻面。不是跟平板走而已。啊，我们点错了，上边奶油的，结果变成这个汉堡。应该就是印度东汉堡。嗯，就是走分店。嗯，应该会走。好吃吗？就是吃它的名气。吃名气，他们这个是富豪雪糕，很多人排队。哎，没有很多人的，刚很多人。台湾有这样，来台湾吧。哈哈哈哈哈！台湾有片，台湾有片，这本来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吃冰淇淋吧。走吧，我们逛逛吧，这也超舒服的。摩天公园。我们来吃这个泰国什么薯条？好像是哦，泰国薯条吧。是吧？这是美国的吧？哦，是吗？那些牛肉。I don't know， 随便啦。那些马尼拉。这个麦当劳比它好吃。当然了吧，特别贵。好喝吗？菲律宾的。菲律宾啊。菲律宾薯条。
我还收小腹的，没有拍到你的肚子。没关系，给镜头展示一下。臭真空。角度，我的角度就是没好。他今天没拉。哦，现在这里是林子欣的相机。偷偷告诉大家一个秘密，她怀了。她怀了四个月了。她已经，她的孩子，一个宠物，这段剪掉。她已经四天没有拉屎了，还不止四天呢。四天没了，还在吃 chips。玩大王，我来自林辉墨鱼丸大王。啊、等一下，出来的小宝贝，它这鱼丸很 Q。这样吧，怎么样？这样吗？哦，这有一点豆浆味道，但是跟台湾的味道很像。所以我在尝试，让我喝一口喝不出来，喝不出来，我超喜欢喝不出来。但是我觉得就是豆浆，就没什么特别，就喝起来不一样，很浓，很浓，还不错，蛮浓的。